Hello， 大家好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云辽的何秀啊，这两个角色的话也是一个标准的搭配啊，也不能这么说啊，嘿嘿嘿，就是三国战记他这个何秀啊，谁跟赵云搭他都是一个标准的搭配啊，嘿嘿嘿。第一关血条比较短啊，一般情况都很轻松就能打过啊。第二关的话涉及到了一个升级啊，你看这里直接一个倒转昆仑，然后升级咚咚咚加暴气咚咚，直接就给这个大马带走了啊。这里就是这个每一个角色他升级可以重置必杀的点数，然后暴气也可以重置啊。张辽的话是属于普通角色，普通角色的话升级是重置三点，特殊角色的话是诸葛亮，诸葛亮升级是重置六点啊，诸葛亮比较赖啊。然后就是暴气，暴气的话所有角色都是重置两点，但是赵云的暴气也比较赖啊，赵云暴气是重置必杀点数重置三点，这是这些角色的区别，就是升级全三点，诸葛亮六点，暴气全两点，赵云三点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这里来到了孟优啊，我优哥的话随便打，优哥的话他是防御率又低，完事之后血条还短，再一个的话就是他个还大，所以说各方面啊这个伤害都吃足了。这里来到了都是哥，直接独捅暴气百合亮翅，接大鹏展翅打三点，跳 A 打两点，再接大鹏展翅打三点，然后雪杀，辽哥给追起来，大鹏展翅打三点雪杀，然后辽哥再追起来，完了之后再大鹏展翅再打三点再雪杀。哎呦我去，辽哥这追的属实是太稳定了，最后一下收招一定是雪杀手啊，雪杀手打的伤害会高一些啊，而且张辽的追地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啊。这边来到了辽哥这一段啊，直接先是起了冰火符，冰火符是为了看兵，然后升级咚咚咚暴气咚咚，这就是重置了五点必杀的伤害啊，你看这血量下的，然后再给一个斗转昆仑，再追地追起来，跳上 A 大鹏展翅直接带走。这里来到了貂蝉，貂蝉的话要卡双升级啊，直接傀儡娃娃接暴气接毒桶，然后直接倒转昆仑升级加暴气接赵云的升级把貂蝉震起来，然后再打一套，最后倒转昆仑收啊，伤害刚刚好。这边来到了蒙哥，蒙哥的话飞盘起手，飞盘起手之后暴气百合亮翅卷，哎这下百合亮翅真厉害，然后大鹏展翅，然后起倒转昆仑升级加暴气，这一套伤害先给他打足啊。蒙哥这一段的话是啥呢，不好看兵，所以说先把伤害打足。好，这边来到了莫科哥，莫科哥先暴气震倒，然后张角金让他起这个大爆炸，张角金一定打出来是散冰块，要不然不让接招啊。张角金是一开始啊是给续了一点伤害，这样的话赵云先把第一套打完，剩下的伤害辽哥自己打就可以了，然后平 A 接前方边石，然后霸王机顶打起来，然后再平 A 两式直接给莫克哥带走。后边到布哥啊，布哥的话就是只要连招能连起来伤害一准够啊。布哥其实好多朋友们啊，就是直接哪吒转轮完事之后接暴气打起来，然后再继续打，好多朋友们都感觉说这个魔张飞跟貂蝉打布哥有伤害加成，确实是有，但是其实别的角色打他啊，相比较所有 boss 来讲，其实是所有角色打他都有伤害加成，你看谁打他伤害低啊，谁打他伤害都不低。这边来到了陆逊，陆逊毒镖，然后接袖剑，平 A 三是接蹲 A， 接平 A 四是接前 A， 接雪杀四招一是打齐，霸王机顶打起来，然后平 A 两是接雪杀，霸王机顶打起来，前 A 平 A 两是接雪杀，辽哥自己可以单秀这个陆逊啊，最后一个翻雷滚天，辽哥打陆逊有一个伤害加成，赵云一定要帮忙把兵给看好啊。张辽打的时候不要管兵啊，不要管那个刀兵，你自己打自己的，要相信队友。这里起张安壮，看一下是张灵剑还是暴气打白鹤亮翅，再哎完了，这个应该是升级了，升级了。辽哥在那打升级的分值呢，打够了直接过去升级接暴气，直接给左慈带走。升级是三点，暴气是两点，再加上原有的一点，这个倒转昆仑打了六点，而且倒转昆仑打左慈本身伤害就特别高啊。这里来到了许褚。许褚独捅起手暴气直接倒转昆仑，然后辽哥升级接暴气，剩下的交给辽哥，完事之后云哥过去看兵。
前 A 挡，完事之后蹲 A 前方边石，霸王机顶，然后前 A 蹲 A 前方边石。张辽这个手法真好啊，该说不说，你看张辽这几下子这手法太棒了啊。然后这边来到了孟获啊，你秀完手法该我秀了啊。看赵云单打这个孟获，追地追起来也好啊，这赵云的手法也是相当棒。你看着没，跳上 A 打两点，反 A 跳上 A 平 A 接大鹏展翅跑过去，刚好一个平 A 直接给孟获带走进门。完事就来到了盖哥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第二次的孟获应该是打丢了啊。这边直接起张安壮，秦王边石接前 A， 再接秦王边石，然后再接前 A， 然后再接秦王边石，然后追地，秦王边石追起来接前 A， 再接秦王边石，再秦王，哎呦我去，张辽单秀了啊！刚说完张辽手法好，又开始秀手法了啊！张辽起了这个张安壮之后啊，就是他这个下前拳啊，这一招啊叫秦王边石嘛，打的伤害巨高。这里直接来到了大马，然后起一个毒桶倒转昆仑，完事之后暴气接升级，接应该是接了个杜康九。最后一关这个大马的防御力比较高啊，升级加暴气应该是带不走，所以说要加一个杜康九再重置一下伤害啊。然后就来到了曹操啊，到了曹操这里，中间的话严哥跟司马懿全打丢了啊，直接哪吒转轮暴气，然后再暴气打起来，大鹏展翅，然后白鹤亮翅，再白鹤亮翅，然后去，哎，这孟德兄不用看了啊，不用看了，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应该是张灵剑还没用你吧，我没见着他俩用张灵剑呢，张灵剑有张灵剑的话打孟德兄一般不失误啊，你看倒转昆仑张灵剑大大，然后扎一下烧一下，扎一下烧一下，就是一扎一烧一扎一烧啊，伤害巨高，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见。